你们要是不把他们杀了，我就把他们杀了。利维塔二代最坚硬的核潜装甲不能被他撕碎，是目前海底作战物理战术攻击的最强武器。 局长，这些臭兽！李阳，召集行动组全员开会，一定要灭掉这帮畜生！是，贾恩，从现在开始，24小时，全面锁定鱼群。好，我现在就搜索。 Thank you.
袁聪，这都一天了，你还没有想出办法吗？莫雷提供的所有资料我都分析了，还是没有办法，可能就只有RC这一种解决方式了。喂，我爸救人一天一夜没回来。走。
请别说，快走吧！快走！